大家好啊，咁样欢迎嚟到今日丰盛生活服务嘅公司介绍会啦。咁我系主持人，我系辉南证券研究部嘅 Eric 啦。咁喺坐我身边咧，就系丰盛生活首席财务官兼公司秘书陈祖伟先生嘅。咁先好简单介绍一下丰盛生活先啦。咁丰盛生活咧，3/31咧就喺2015喺港交所上市啦。前稱就係呢個豐盛電機控股有限公司嘅，咁喺公司咧就喺電機同喺個環境工程咧都有40年嘅歷史嘅。咁公司嘅大股東咧就係豐盛創建控股啦，咁係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非執行副主席杜偉海及其配偶擁有大部分股權嘅。咁其實公司過去幾年咧都做咗好多大大小小嘅收購，咁陣間留翻俾阿陳生咧就向大家慢慢去介紹翻啦。因為其實公司就由以往一個電信，主要係做一個電機業務，之後咧其實轉型咗好多唔同嘅，收購咗好多唔同新嘅業務，咁啊轉型咗嘅。咁公司咧亦都喺2021年咧就正式改名，就而家豐盛生活服務有限公司嘅。咁而家接下來嘅時間咧，我就交俾阿陳生介紹。好啊。唔該曬 Eric，好多謝俾個時間俾我哋，俾各位朋友認識我哋，即係一間我頭先同阿 Eric 都講屬於香港人嘅公司嚟嘅。其實因為一陣間會講到我哋提供好多服務俾香港人，即係豐盛生活服務啊。咁就我會跟住嘅時間，我會同大家分享我哋間公司嘅一啲營運嘅情況啦，同埋啱啱過去9月5號公布咗2022年6月30號12個月嘅業績個情況啊。咁就我哋過去6年咧，經過3次收購咧，到今日為止，我哋豐盛生活服務已經成為一間即係綜合生活服務嘅企業啦嘅業務提供者。喺左手邊，大家應該見到咧，就係我哋喺2019年收購翻嚟嘅一個物業及設施管理服務嘅板塊。而中間咧，就大部分其實都分別喺2018年同埋喺2021年收購翻嚟嘅一啲清潔啊，一啲技術支援、維修保養啊，咁樣大眾安全啦，就係做保安護衞，同埋一間眾祥活動服務係做一啲活動服務嘅業務，新域啊、豐盛環保啊、精機啊，咁樣香島園藝。而右手邊咧就係我哋2015年係上市嘅基本嘅機電工程嘅服務嘅板塊。咁呢個好快同大家睇下，就係我哋今年咧見到個報告個盈利咧就跌咗14% 去到5.03億。咁個主要原因其實係中期都有同各位分享㗎啦，就最主要就係舊年咧有一個比較大嘅政府補貼啦，咁啊所以導致有14%。咁就有樣嘢投資者比較關注嘅就係個股息個情況點咧。我哋喺末期股息咧就係俾咗24.1個港仙嘅，咁啊比起舊年同期咧16.1個港仙，其實增長咗50%。咁啊，全年就係4.5毫子啦。咁就個派息率係41%嚇。咁跟住雖然我哋嗰個報告盈利係下跌，但係頭先我所講，如果我撇除咗個政府補貼同埋一啲非經常性嘅項目咧，你會見到我哋集團個核心盈利咧係上升咗35%，去到4.1億。咁樣喺咁嘅環境，即係 Covid 啊之下，樣樣都比較理想啦。跟住我哋個集團收入係去到70億嘅，咁就經過3次嘅收購，已經由當初嘅37億去到今日嘅70億嘅企業。咁呢個同大家好快咁樣 recap 啦，究竟我哋嘅增長個速度啦，咁啊過去5年嚟講，我哋如果以個 earning per share 嚟講咧，我哋由當初3.9至到1啦，咁就個回報咧。更加對股東嚟講咧，就係當初我哋每年派息，大家見到我哋上市嘅時候又係1.44毫啦，今日4.5毫，咁就如果當初揸住我哋股票嘅咧，其實收息都收咗0.9喎，即係比差唔多2.75毫上市，即係而家個成本差不多係8毫子嘅。咁大家呢張圖都好清楚啦，見到個收益率，即係比上今日嘅5.幾咧，咁就差不多去到8至9厘。咁呢個就係睇翻我哋個過去5年個表現啦，喺個收入裏邊個複合年增長率咧有14%，
而個税後利潤更加係24%。咁呢張圖咧，可能要解釋下。當初我哋右手邊咧上市咧，就係豐盛機電工程嘅。咁就當時好多投資者覺得機電工程係可能會有一個周期性風險啊。嗯。咁我哋董事會咧就覺得開始喺過去六年咧進行咗三次收購。就你今日會見到咧，非機電工程分佈佔嘅經營日利咧已經佔67%。大大減低了機電工程各方面的周期性風險，以及 在新冠疫情裏面對財務的影響。咁跟住我相信大家比較希望了解多啲嘅就係我哋究竟豐盛生活服務點樣同香港人息息相關咧？第一個板塊就係物業及設施管理，佢主要有三間嘅品牌，一個就係喬樂啦，一個就係富城啦，一個就係國際管理服務啦。咁你大家見到右手邊，我哋做好多政府產業處合下嘅例如政府合署啊，同埋一啲高官嘅宿舍啊，有成80多個喺香港、九龍、新界都有。咁大家見到，亦都喺公告都有講啦。我哋其實去到今日為止，我哋去到7億嘅收入而利潤更加去到1.37億。咁好多投資者會問話，咁你哋係市場嘅領導者嚟嘅，因為富城啊嗰啲，但係點解個收入都係得7億嘅？咁其實大家要知道一樣嘢，我哋7億裏面咧有20%咧係管理費嘅。如果我哋啲管理費呢一部分咧係同其他嘅設施管理合約用一個總收入嚟確認個收入嘅話咧，咁呢一 part 咧其實由我哋個收入可以由7億去到35億。如果咁樣，大家就會知道點我哋點解係市場個領導者啦。咁至於清潔綜合生活服務第一個嘅亮點咧，我哋做得比較多就係清潔業務啦。咁我哋個品牌就係惠安清潔。咁大家右手邊見到我哋喺機場隔離嘅一個大型嘅，將會一個係一個 retail dining 同埋 entertainment 嘅一個 facility Eleven Skies 啦。咁就港深高鐵啊嗰啲都係。咁大家見到我哋個收入去到14億㗎啦，即係我哋清潔業務。咁我今年做得比較好係，其實原來我哋呢14億裏邊咧，政府同埋半政府嗰啲已經佔咗我哋40%啦。咁其實有好多例如北區醫院康文署裏邊嘅核下嘅一啲設施啊，講俾大家都清楚，就係、是、政府大球場啊、旺角球場啊，同埋藝術中心啊、城市大學啊嗰啲，全部都我哋都有份參與嘅。咁所以而家呢14億裏邊有40%咧係佔咗我哋政府嘅。同埋半政府，咁啊，今年同埋上年都係做得好理想咯。我相信呢個隨住即係消毒嘅業務啊，同埋頭先我哋喺政府嗰方面做得好，我相信呢個都不斷會增長。咁第二就係技術支援同埋維護啦，咁大家見到都增長咗6%。咁呢一個技術支援同埋維護咧，就唔止喺香港嘅，喺澳門都有嘅。咁所以今年的增長動力都是香港，因為澳門始終現在 under 一個 consolidation，大家右手邊見到一些麗晶酒店機電工程處的一些合約我們都有份參與。就另外第三個在綜合生活服務的就是保安護衛及活動服務，好像我剛才說就是用大眾安全和進場活動。咁佢哋其實都香港都係一間非常之大嘅一間保安公司嚟嘅，咁就佢主要十大嘅啲客户都包括咗港鐵啦，因為港鐵其實都係香港嘅一個大型發展商。咁就另外亦都有，當然有新世界馬會我哋都有做嘅。咁就另外三年第一城啦，頭先大家都我同 Eric 都傾過噶啦。咁就另外置富花園啦，亦都係我哋。咁呢個亦都大家見到，我哋喺嗰個進場嘅一個活動服務公司咧，我哋亦都做好多香港嘅演唱會啲 shows exhibition 咁樣嗰啲工作。咁呢個亦都解釋咗點解會有少少下調4% 咧，就係因為我哋活動服務嗰方面喺 Covid 呢段時間咧，其實有好多展覽嗰啲都延褪遲咗啦，或者取消。咁樣而家佔我哋個比重咧，大概係20%到，即係呢個 event services。但係我哋覺得，如果嚟緊好似頭先講緊啲 Rugby Seven 繼續做咁即係有好多啲經濟活動慢慢開始穩定嗰陣時咧，我相信呢一 part 咧，我哋個復甦能力好快。咁就同埋呢一 part 個毛利率相對於個保安護衞比較高，係啦。
咁就保險解決方案咧，呢、這個就係最主要我哋用個品牌咧，就係新域保險。咁啊，佢喺香港嘅 broker 裏邊咧嘅排名啊，前兩年咧 Frost & Sullivan 做過一個調研咧，佢就係排第一嘅。咁就其實佢係一個啊，對一啲合保險合約嘅去做一個顧問嘅角色。顧問同 agent 係有唔同嘅。顧問係後面可以有一紮嘅保險公司去幫個客户去分析入面啲 terms and condition。但保險永遠 agent 就後面得一間，所以其實今年大家會見到佢做得比較好嘅，咁樣就係增長咗16%，去到差唔多個 commission 去到1億嘅。個 GM 同我講話，今年係突破1億，係非常之好嘅一年。咁右手邊你見到啟德發展區，佢有好多啲 construction 嘅 related。insurance contract 去到佢哋都有份做，所以啊建築合約嘅保險咧，佔而家呢一億裏邊嗰個比重咧，由舊年嘅20%都去到26%，係一個增長嘅引擎。咁當然50%咧，佢哋係做緊一啲 general insurance， 其他亦有做一啲啊 employee benefits 啊嗰啲。咁最後一個就係環境解決方案啦，係綜合生活服務。呢個我哋主要針對啊，係有幾樣啊提供俾客户嘅，一個就係、是。水處理啦，一個空氣處理啦，一個就係園藝啦，同埋一個就係一個藥電。藥電係啲咩嘢咧？藥電系統就係一啲例如一個設施裏邊啲播音系統啊，一啲同埋一啲叫做burglary alarm 嘅系統啊，同埋一啲同 IT related 嘅系統。咁啊，今年就藥電做得比較理想啦，咁樣就所以帶動成個嘅收入去到2.74億。右手邊大家見到。佢有份參與嘅藥店系統，例如啟德體育園啊，同埋 Eleven Skies 咧，都係非常之大嘅一個項目。咁就呢一張就因為公告嘅 public information 啦，大家見到啊個收入係增長咗8%，但係咦點解日利頭先阿 Samuel 講嘛，其實每一個業務都做得好嘅喎，點解跌咗45%咧？咁啊，其實最主要嘅原因就係因為呢個包咗嗰個舊年嘅一個比較大嘅政府補貼。咁如果撇除咗個補貼之後咧，嗰個其實相反係增長45%。咁如果我將啲一次性嘅支出去撇除咧，咁就同收入都差不多，增長8%。所以見到個毛利率係好穩定。咁最後呢個就係亮點啦。咁問大家，我哋做得非常之出色嘅一個板塊就係、是、今年機電工程服務嘅一個板塊。咁大家右手邊見到一啲設計及建造嘅一啲大型嘅項目，我哋都有份參與嘅。將軍澳入境事務總部啊 ，Eleven Skies 啊，咁另外喺大灣區我哋都有參與喎。即係澳門雖然而家 under 一個 consolidation 啦，個賭牌啊，今年年底先至會再審啦。咁就但係我哋都幫新濠做緊一個新濠影匯第二期。咁喺前海我哋亦都有周大福金融中心，喺真誠我哋亦都有一個即係商業嘅組群做緊。咁大家見到啦，咁已經去到30億啦，不知不覺。咁就個日利更加上升60%，去到1.73億。如果我撇除個政府補貼咧，其實個增長係去到113%，好理想嚇。呢個係未完成合約好緊要嘅，就係話究竟間公司點解個防守性咁強又有增長咧？大家見到我哋個未完成合約有成106億，咁106億代表咗咩嘢咧？就係如果以70億為收入嚟講，其實而家。未確認的收入在個袋裏邊都有年半。咁營運做得好，資本的結構要配合，因為我哋過去六年都做了3次嘅成功的收購，所以大家見到我手頭上有17億嘅未動用嘅銀行融資，另外現金都有7.67億。咁所以有足夠嘅子彈，如果當我哋有適合嘅並購在我哋面前咧，如果做到協同效益嘅，我哋一定會有足夠子彈去做啦。咁就呢個我好快講就係話我呢間係我覺得係一間同香港人息息相關嘅公司，而又有一個高嘅股息率啦，增長亦頭先同大家傾過啦。咁就我哋一方面咧，我哋嘅管理團隊有一個好強大嘅管治，即係呢樣 governance 好緊要。我哋個核心價值係個 integrity 喺我哋公司係非常之緊要。咁大家見到我哋個政府債比率係零啦，咁多年都係。咁呢個就係一個唔係個口號，而係我哋嚟緊嘅自然增長嘅一個豐盛生活服務嘅生態圈。咁就大家見到有7大業務、13個集團公司，佢哋全部都係做咗40-50年，佢哋中間嘅交叉銷售同埋嗰個
協同效應係非常之強。我做個比方，例如頭先大家都知道，我哋手頭上喺物管嗰方面，我哋有300多400個嘅合約，而中間咧其實原來有三分之一咧，同時都係做緊清潔嘅。是里面亦都有40多個是做緊保安業務嘅。大家如果見到我哋而家我哋管理層都擺好多精力去，希望加強呢個交叉銷售嘅同埋協同效應，希望為個自營增長做得更加好啦。當然我哋未停過去睇市場嘅有冇並購嘅機會，去擴大我哋個服務線。咁我哋係獨特嘅，今日已經係去到新高70億啦。咁核心利潤頭先同大家分享咗，增長咗35%，全年都係派息係 dividend yield 係利。咁啊冇一個蝕價賺息啦。咁我哋如果2.75上市到而家5.幾咧，其實咁多年我哋個複合年增長率都係9%。咁啊財務非常穩健啦，我哋淨負債比率咁多年都係零嘅。咁啊訂單我哋有187億啦，咁就未完成106億啦。品牌差異化呢樣嘢，我哋可能同其他啲公司有少少唔同。嗯，我哋公司嘅理念就係其實乜嘢增長策略都係假嘅。我哋最重要就係要幫到客户，可以增加佢哋個營運效率，減低佢哋個成本，創造佢哋個設施嘅價值。嗯，最緊要令到佢哋係無後顧之憂，同埋我哋提供一個非常之便捷同埋快嘅一個服務，呢個係我哋最重要做到嘅嘢。之後嘅好多都係由呢一個基石，我哋慢慢地推出嚟嘅一啲策略。咁啊，今日我介紹嘅豐盛生活就係去到呢度，睇下跟住嘅時間同阿 Eric 大家可以傾下。好啊，咁頭先都講咗好多關於即係豐盛生活唔同嘅業務啦。咁其實即係而家大家都講緊啦，即係生活要復常翻正常啊嘛。咁其實阿 Sammy 你點樣睇公司個行業啊？即係其實邊幾樣會嚟緊會有一個比較大啲嘅增長動力？其實大家可能會睇到啊，即係其實政府都有講啦，嚟緊10年我哋差不多有43萬個單位落成啦。嗯，咁就另外亦都北部都會區有50萬個單位啦。咁同埋醫院嗰方面，即係先有1000億啦，而家未來亦都第二個10年計劃有3000億啦。呢啲全部都係利好曬我哋整個嘅物管嗰方面嘅板塊啦。因為如果咁多樓宇落成，佢哋當然個需求好強啦。咁就另外以綜合服務裏邊，如果清潔咧，除咗有樓宇有清潔有消毒，同埋啲人對而家即係整體嚟講嗰個衞生嗰個 awareness 係越嚟越高。2023年有固物廢物嗰、那個固體廢物嗰個徵費啦。咁我哋其實我哋清潔嗰部分而家都即係整裝待發嘅。其實嗰度嘅中間有啲咩特別商機？中間有很多即係例如一些醫療廢物啊，一啲即係住宅的廢物啊，商業嗰啲，其實第日收費啊，我哋都需要有一啲即係出車隊的配合啊，咁樣可以有一個商機的存在，咁啊嚇。咁就當然我哋喺嗰個技術支援同埋維修保養嗰方面都有個商機啦，因為我哋喺香港同埋澳門都有做啦。其實政府嘅統計喺香港而家有大概300間酒店啦，另外有50個大型嘅商場。咁啊 ，on and on， 其實佢哋都做緊一啲嘅維修保養啊，或者 renovation 啊，因為去迎接即係話大家都2年多啦，都經歷咗新冠疫情啦。咁就當嗰個經濟一復甦嘅時間，多咗啲旅客入嚟嘅時間，其實佢哋都做好多準備啦。咁啊，為我哋技術支援嗰方面都睇做好多商機。咁機電嗰邊。機電那邊更加不需要講啦，即係機電那邊，因為我哋係做得很成功的在設計及建造嗰方面。頭先我所講的其實而家政府很多嘅大型嘅項目咧，都係包含了設計同埋建造的。所謂的設計即係佢哋同埋利用很多科技啦，例如 BIM 啊，即係建築信息模擬啊，同埋一啲預製件啊，組裝合成嗰啲，我哋都係走在前端嘅。咁呢啲都係喺嚟緊嘅大型項目都係不可缺少嘅。即係尤其係北部都會區又好，例如配合北部都會區一啲嘅區域製冷系統嗰啲，其實我哋都做得比較出色嘅。咁所以我見到即係
未來嘅前景，我哋覺得非常之有信心啊！對我哋間公司。嗯，咁其實睇翻啦，即係過去嗰兩年幾啦，咁我哋香港即係飽受呢個新冠疫情個困擾啦。咁其實就係過去兩年咧，其實政府就提供咗好多唔同嘅補貼嘅。咁其實頭先你都講過啦，即係政府補貼就即係其實就變成即係好似表面上就拉低咗公司個盈利啦。係。咁但係其實當中其實是否有一些即係營運上的 cost 其實亦都加大了公司的負擔咧？因為即係可能有些同事又要即係要隔離啊、成啊咁樣，其實係咪之後又會可能會好翻啲咧？其實咧，我哋公司即係以人嚟做綜合服務，我哋以人為本啦，即係其實關愛係好重要嘅。咁人力緊張對我哋嚟講咧，都係一個挑戰。是咁，但係過去大家都見到六月底嗰陣時候，我哋已經差不多有20,000人。咁樣上年係我印象中係大概18,000幾人啦。咁大家會見到即係我哋過去咁多年嗰個人力配置啊，同埋個成本嘅監控做得比較好。咁當然啦，如果以政府個統計差不多今年個勞動力有大概3,680,000。去到2031年就減少5%添。咁我哋會利用好多科技啦。咁去希望我哋用科技，例如即係俾我依度講多少少啦，喺科技嗰度。咁例如好似物管嗰度，我哋都利用一啲物聯網加平板電腦啦。咁就好快咁啊，可以將一啲有問題嘅嘢就去咗終端室。咁就唔需要以往要真係行到落去咁樣啦。咁就另外一樣嘢就係航拍機啦。咁航拍機以往一個睇嗰個外牆滲漏咧，可能要用3至4星期。但係而家用航拍機可以減低到3至4日。咁即係呢樣嘢亦都係促進咗個營運效率啦。咁清潔啦，清潔我相信大家可能喺啲屋苑都見到，我哋公司都用好多嘅機械人啊、AI 智能啊嗰啲啦，做一啲清潔啊、消毒啊或者除塵啊嗰啲工作啦。咁另外有一個我值得想提一提，就係話其實我哋最近都研發咗一個叫做風城二啊，叫 FSE 啊，嗰個係咩嚟咧？嗰個就係我哋利用咗我哋三個板塊嘅技術。第一個技術就係 BIM， 都有同我大家傾下嗰啲建築信息模擬啦。咁啊，嗰個就係將一個設施裏面嘅系統咧，將佢由 2D 變咗做 3D。係，冇錯。咁即係睇得清楚啦。係。咁就另外，我哋有一個叫 Filter， 係環境解決方案咧做嘅一樣研發嘅一個方案。嗰個方案就係話配合咗個 3D， 我哋可以睇到嗰個環境質素啦，同埋嘅營運情況，有啲問題咧擺曬落去嗰個綜合平台裏面。咁但係你知道個問題存在啊，如果冇一個好嘅通報機制咧，冇用。咁我哋物管個板塊裏面而家用緊自我研發咗一個叫 communication easy。咁呢一個如果我哋喺嗰個 filter 裏面個綜合平台裏面咧，知道有啲咩問題，為業主去預防咧，咁就可以。一有問題就經過通報系統咧，去到俾前線同埋去到經理嗰啲級，可以即刻去解決個問題，完善咗個監管同埋管理。但係其實為咗啲咩咧？就係我頭先都係講啦，其實我哋做服務嘅就係希望幫到個客户啊嘛。即係如果幫到個客户做到啲預防嘅工作咧，同埋最緊要快要便捷。咁佢哋就可以慢慢咧，可以對嗰個設施咧創造價值。最重要都是那樣東西，令到他們無後顧之憂。其實這樣聽下呢，剛才你說了這麼多服務呢，其實當中其實都其實有幾大的 synergy， 是不是？是啊，是啊。那還有，但是現在 so far， 即剛才我跟你談過啦，即其實可能現在即可能投標的情況可能即有限制，所以可能你未必啦。那其實將來你們現在怎樣看未來那個即那個交叉銷售的情況會即可以做成怎樣呢？第一件事就是可以說分地域先啦。首先是香港啦。
喺香港，我哋覺得呢、这、一個我哋而家個營運模式咧係非常之獨特嘅。咁啊，因為好少即係喺香港有一家綜合生活服務嘅公司咧，可以提供到七個業務，每個業務都係環環相扣嘅，全部係幫到客户嘅。咁呢個其實喺尤其喺新冠疫情之後咧，我哋感覺到一樣嘢就係好多我哋尊貴嘅客户群咧，就覺得即係因為其實有好多嘅設施，我哋都已經有2至3個服務提供。咁啊，亦都可以俾到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 example。俾而家我哋尊貴嘅客户群發覺，咦，原來唔係每一單獨立判出去咧係可以慳到錢嘅喎。原來判俾一家好似我哋咁全面嘅公司咧，可以攞到一個成本效益啊，可以攞到一個營運效益啊。其實佢哋而家慢慢已經可以開始會即係熟習咗啦，我可以咁講，佢哋亦都適應啦。咁當然啦，我哋獨立嚟講，每一個業務咧，我哋都有競爭力嘅。咁樣，但係我哋都希望慢慢佢哋，我哋每一個設施有2、3至，慢慢多啲業務，最好梗係全部我哋7個業務全部都係個設施裏邊啦。咁啊，可以幫到客户咯。咁但係另一方面就係話，我哋唔係局限於香港嘅。我哋其實除咗香港咧，其實我哋都睇緊國內嘅，因為國內我哋機電工程個板塊咧，喺80年代咧，其實已經喺國內嘅1、2線城市咧建立一個非常好嘅版圖。其實手指算一算咧，已經有30幾年啦。咁如果香港嗰個我哋個營運模式係咁成功嘅話咧，其實如果時機一到，如果經濟環境係恰可嘅話咧，我相信我哋嘅管理層咧都會將成套喺香港咁成功嘅營運模式帶去國內咯。咁樣國內當然包括大灣區啊嗰啲。明白。好，咁我哋都見到咧，有啲即係網友咧，即係已經留咗一啲問題俾我哋啦。咁不如我哋就睇一睇先啦。咁首先咧，就係有一位匿名嘅觀眾咧，就想問咧，就係。佢就見到公司有一個嘅 expense 咧，就係應該係有6個 billion 嘅。咁，佢就想問呢個 expense 係關於啲乜嘢喎？係，其實佢多謝呢位朋友嘅問題先啦。咁其實會睇到即係我哋營運成本啊各方面其實都好穩定嘅。如果講緊個營運成本咧，我哋大概係有40幾個% 係 staff cost 啦，有50% 就係一啲物料啦，同埋一啲分判啦。咁就喺一般嘅行政費用裏邊咧，亦都大概60-70% 係 staff cost，其他嗰啲就係一啲啲租啲 rental 啊各方面嘅嘢。咁啊，我睇翻咁多年咧，其實呢一方面個比重都係都好 stable。咁樣大家亦都會見到，其實我哋個毛利率每一個板塊其實喺咁多年嚟都係好穩定。今年見到一個好似收窄咗咧，其實就係個政府個補貼影響啫。咁就其實尤其喺機電工程裏邊啦，今次個毛利率都改善咗2%。2% 代表咩嘢咧？如果大家記得頭先30億嘅一個收入，如果2% 就已經6000萬啦。咁所以如果整體個毛利率亦都改善咗1個百分點，咁所以呢位朋友即係問得都即係我哋始終係以人為本，靠人去做服務嘅，所以不過 staff cost 多啦。咁講開人力成本咧，咁而家就即係面對全球都好大嘅通脹壓力啦，咁同埋香港就即係請人都好困難嘅。其實又講緊嚟緊出年又話可能會加呢個最低工資，咁其實咁啱就講開呢個人力成本，而公司又亦都原來有咁多 staff 有成20000幾個員工啦。咁其實你哋點樣睇，即係嚟緊點樣招聘啊，或者係會唔會遇到困難，或者人力成本方面？其实面对一个好大嘅压力咧，相对其他嘅上市公司都一样噶啦。我谂呢几年咧，如果你话其中一个挑战咧，个个都会讲嘛，哦，即系唔够劳动力。咁但系你会见到我哋嘅劳动力啊不断增加，我哋亦都随住我哋个集团嘅收入嘅增长咧，我哋个劳动力亦都由旧年嘅
18,000人去到今年嘅20,000人。嗯。咁另外通脹嗰啲會唔會對我哋有影響咧？咁樣同埋人力緊張會唔會有影響咧？咁我首先即係抽幾個業務嚟同大家分析一下。首先就係嗰、那個物業及設施管理啦。好。咁頭先都知道我哋其中有20% 係收管理費。嗯。咁管理費自然對我哋嗰、那個即係頭先嗰兩樣嘢對我哋嗰、那個影響咧比較輕微啦。嗯。啊、就如果以其他嘅設施管理嘅合約，咁樣又加埋其他綜合生活業務嘅合約咧，有好多佢哋個年期通常係兩至三年啦。嗯。咁我哋喺投標嗰陣時咧，其實我哋都有一啲風險擺咗落去嘅。係。咁我哋已經都會計算咗，即係計。會即係究竟個人力緊張之下導致個月人工上升會有幾多啊？咁、嗯、樣經過我哋咁多年嘅經驗咧，我哋投標部都做得比較好嘅。嗯，咁至於最低工資咁樣呢個更加對我哋集團個影響非常之輕微，因為點解咧？嗯，我哋其實頭先都有講啦，即係人係非常之重要嘅、嗯，對我哋間公司，我哋亦都有一個非常之競爭性嘅對嘅人工俾到啦，所以其實已經高過好多最低工資、嗯，所以最低工資嘅增長對我哋公司影響輕微啦。咁啊，當然我哋睇到最低工資如果有任何增長，我哋都會擺翻落去，我哋都對翻而家啲員工加翻嘅。嗯明白。咁另外咧，就另外一位觀眾啦，阿 Leon 咧就想問咧，公司會唔會增加派息咧？因為而家睇翻公司個派息比率應該有40%係咪啊？我記得如果冇睇錯先。係啊，啱啊，啱啊。咁樣呢個問題問得非常之好嘅，咁樣就係、是、我哋上市嗰陣時咧，喺個招股書裏面咧，大家會見到我哋有個股息政策嘅，個股息政策就係話我哋會將每年不少於30% 嘅税後盈利咧，同股東分享嘅。嗯。咁樣但係大家都見到啦，自從我哋上市之後第一個財年啦，咁樣就係2016年啦，咁就到而家。咁多年啦，我哋每年嘅股息分派率咧都不少於40%。嗯，咁可以見到我哋董事會啦，同埋我哋嘅管理層都會，即係如果間公司最重要就係間公司做出成績。嗯，如果做到成績咧，咁佢哋都樂意同股東分享成果。嗯，明白。咁始终大股东都系揸得个比重都多啦，所以其实如果公司增加派息，其实大股东都系即系可以得到嘅回报亦都多嘅。其实我都吓咁啊呢方面啦，咁但系见到我哋个心意啦，你可以见到我哋间公司啦、嗯，过去咁多次收购咧，我哋三次收购，你见到买翻嚟嘅嘢咧系冇一个叫做孕育期嘅。系，即系有啲可能买完翻嚟，可能等两三年啊，咁样先至有一个盈利贡献。嗯，但系你见到我哋买翻嚟嗰啲，只要有一个协同效应，嗯，咁样有一个协同效应咧，咁样另外佢当然佢嘅财务稳定啦。咁我哋希望做到一样嘢就系即刻有收入同埋个盈利嘅贡献。咁样如果我哋有一个稳定嘅派息率，咁样股东里边个后代里边嘅股息自然系多啦。嗯，其实睇翻几次嘅收购，其实个作价 P 其实都好低，我记得大概都系10倍左右 P/E。其实咁多次嘅注资，其实都算好成功。咁其实未来大股东点样睇，会唔会再有机会多啲注资啊，或者其他一啲收购嘅目标咁样样咧？呢个其实多谢 Eric 呢条问题啊。咁样我哋好多投资者都有问嘅，即系话你哋过去三次收购都系由大股东嗰度做，咁啊你哋咪一路都系睇住大股东有啲乜嘢业务可以注资入嚟咧？咁样其实我哋整体嘅管理层咧，我哋睇收购咧就唔止系大股东。嗯，我哋獨立第三者我哋都睇嘅、嗯，只要可以為到股東增值，同埋為我哋現有業務咧做到一個協同效應，我哋都會去做嘅。嗯，咁啊呢樣嘢我哋唔會躲懶啦，即係一定會繼續，因為市場係覺得我哋三次收購係好成功，佢哋都有呢個嘅 expectation， 但係。頭先大家睇到我哋有一個豐盛生活嘅服務嘅一個生態圈，大家都唔好忽略咧佢個自然增長嗰個引擎啦。嗯，明白。咁其實睇翻啦，咁嚟即係過去嗰幾年，即係新冠疫情咧，其實都應該造就咗啲新商機。頭先你都講過話，即係譬如好似消毒啊嗰啲特別，即係可能create咗個新嘅需求啦。咁其實會唔會
擔心嚟緊好似話我哋都開始正常翻啊，咁會唔會相關嘅業務可能即係又會即係開始比較少啲，會唔會令到個收入會下跌咗咧？呢樣嘢就暫時感覺唔到嘅，因為點解咧？其實大家都知道啊，消毒嗰個業務咧，其實好多我哋嘅客户群咧已經覺得呢一個係一個恆常嘅，即係好多時佢哋只會擺埋落個合約裏邊。即係越嚟越多， okay. 因為當面料嗰陣時續簽嗰陣時，因為佢哋覺得即係第一呢個新冠疫情未必一下子會散去啦。咁、okay. 大家對衞生個意識係越嚟越強啦。嗯。咁所以我覺得呢一樣嘢就對我哋影響會輕微啦。嗯。咁第二樣嘢，似乎如果協停啊嗰、那個疫情係慢慢退卻嘅時間咧，頭先我講到個保安護衛同埋啊其中一個就係活動服務嗰個業務咧、嗯，我相信個復甦會好大咯、嗯，因為嗰度。即是大家看到如果個新冠疫情是減退的時間呢，香港應該成為一個的、大都會啦，會有很多的展覽啊、嗯、或者一些演唱會啊 exhibition 啊或者拍賣會啊，同埋應該、經濟活動好返啲嘅時候有好多的、物業的拍賣嘅，即係嗰啲 sales flat 啊嗰啲、嗯、我哋其實好多穿着西裝打晒呔嗰啲其實都係我哋大眾安全同埋眾場活動嗰間公司嘅同事嚟㗎。嗯嗯嗯。咁但係另外睇返呢一個比你哋傳統啲嘅業務啦，就係、是、關於機電工程嗰方面啦。咁其實睇返相關個毛利呢，其實毛利率呢其實都有少少輕微下跌咗嘅。咁其實就我睇返公司就解釋咗，因為啟德嗰個稅務大樓項目就、完成咗啦。咁其實嚟緊仲有冇一啲新嘅項目係關於機電工程嗰方面係繼續接力？其實大家見到那裡可能有少少即是跟去年相約呢，其實整體來說呢，今年我們的、機電服務那個板塊呢是個毛利率是增長了1-2% 的、嗯、如果撇除了個政府補貼、嗯、因為其實剛才都、Eric 有說啦，即是我們的稅務大樓在啟德那方面、那個毛利率做得理想啦、嗯、那接下來、我們手頭上也都很多一些叫做設計及建造的工程項目，系咁，例如好似入境处大楼系将军澳噶啦，咁嚟紧好多机会，嚟紧例如我哋都其实都机会好大嘅，例如好似喺南华会啦，香港南华会隔篱以前机电工程处个总部啊，而家迟啲湾仔个 district court 会搬咗过去啦，咁呢啲又系叫做 design construction 嘅 contract。咁就大家亦都有 aware 到一個立法會喺天馬欖裏面個 expansion 啦，咁同埋嚟緊有好多嘅唔會叫做 wet market 㗎啦、嗯、叫做 market， 即係叫做啲市場，即係俗稱叫街市啦，但係而家我覺得呢個名字已經 outdated 㗎啦，咁大家見到啲街市越嚟越靚嘅，咁、嗯、樣亦都呢啲全部都係 design construction 啦，咁樣同埋另外我哋亦都喺呢方面係做得比較出色啦，咁、嗯、以往有好多嘅 job reference， 所以我覺得商機好多嘅嚟緊，即係頭先都唔重複啦、嗯，即係講咗北部都會區啊，或者有好多嘅嚟緊有43万伙嘅落成啊，同埋我哋喺一啲公共房屋，我哋做得好理想嘅、嗯。我哋而家基本上每一年咧，我哋嘅公屋我哋都挨近咗17000几伙。嗯，明白。咁如果睇翻即係公司按地區咁樣劃分啦，即係包括香港啦、國內啦、同埋澳門啦，咁其實公司點樣睇即係？今出年即係2023財年嗰、那個即係嗰個各地區嗰、那個即係收入啊或者個增長嘅情況咧，你點樣睇？係Eric 呢個問題啊，大家都會見到就係、是、我哋香港仍然都係我哋主要市場。嗯，暫時嚟講，大家見到以收入嚟計啊，香港大概佔88%度啦。嗯，咁啊12% 就係、是、澳門同國內啦。係，咁就嚟緊咧我哋覺得就。國內嗰邊，我哋喺機電嗰方面都做得都幾成熟嘅。嗯，咁就尤其喺大灣區啊，或者喺其他嘅一二線城市啊，其實大家都聽過喺杭州嗰方面，我哋都杭州嗰方面都其實有好多投資嘅。嗯，即係香港嘅一啲大型發展商，例如恆隆啊、嘉里啊咁樣。嗯，而呢啲發展商全部都係我哋喺國內嘅合作夥伴嚟嘅。嗯，咁就另外澳門啦。嗯，澳門就我哋自從2003年開始到而家咧，其實我哋做咗好多博企嘅投資項目。
咁就我哋都同佢哋啊合作得都幾，即係都幾即係緊密嘅。係。咁可以咁講，2003年到而家，我哋差不多同佢哋做咗多過15個嘅機電項目。嗯。而總金額咧達到差不多，我印象中有70億噶啦。係。咁就如果今年年底，如果個6個賭牌真係發出嚟嘅時候咧，咁我相信其實我哋已經密羅緊股，同啲博企咧有緊密嘅接觸。咁如果當到時咧，我相信佢哋都有適當嘅投資咧，喺一啲 leisure related 嘅一啲 development 咁樣，我哋應該都喺嗰邊都可以分到一杯羹嘅。嗯，咁講翻個熱門嘅話題咧，最近內地房地產嗰個市場咧，就好似出現一個比較大啲嘅問題，其實對貴公司喺內地嘅業務其實有冇影響咧？這個影響就好輕微啦。因為頭先我講緊，我哋80年代開始咧，我哋主要喺國內做嗰啲咧，都係香港大型發展商喺國內投資嘅一啲基建項目。嗯，咁頭先講過啦，有恆隆啊、新鴻基啊、嘉里啊、香格里拉啊，當然有新世界啊、周大福咁樣啦。咁所以我哋比較少涉獵一啲內地嘅發展商嘅。但係調翻轉嚟講喎，如果啲內地發展商喺香港投資咧，我哋似乎有做。嗯，即係例如五礦啊、碧桂園啊嗰啲，佢哋嘅樓盤，我哋都有做啲基建嘅工作。嗯，咁樣喺國內始終你會見到我哋整體嚟講咧，我哋其實好少外賴帳嘅。係。咁所以可以睇到一樣嘢，就係我哋喺嗰個收款嗰方面嘅管理啊，或者對一啲客户嘅審核啊，我哋都係好嚴謹。嗯，咁但係如果內地咁嘅房地產市場即係比較低迷嘅情況，會唔會即係其實係一個機會對於間公司嚟講，即係可能你哋即係更加擴展你哋嘅版圖，包括可能頭先講過物業啊、物業管理啊，或者其他方面嘅發展咧？呢個當然我哋會一路都不斷睇嘅。咁啊，因為每個業務如果對我哋有協同效益啊，即係唔止喺香港嘅。如果在地域上有協同效益我們都會考慮的。其實現在 on and on 很多的 bankers 啊，或者一些 capital firm 啊，他們都有一些提議給我們。那我相信所有投資者對我們的管理層或者董事會都非常有信心，就是如果達到我們剛才所說的那幾個要點呢，我們都會立刻去做，如果有拼購的機會。嗯，明白。那另外就亦都有另外一位嘅觀眾啦，就即係想提問一下啦。咁呢位就 Stephen 咧，就想問咧，公司咧就覺得公司嘅股價偏低，公司會唔會考慮回購股份咧？好多謝啊 Stephen 呢條問題。咁就其實好多公司咧都即係尤其而家咁低迷嘅時間咧，都會作出一個回購股票嘅動作。係，但係我哋管理層，我相信咧，即係其實我哋過去咁多次嘅收購，同埋我哋其實不斷喺度擴大我哋個服務線。嗯，其實呢一樣嘢，我相信喺瞬息萬變呢個社會裏面咧，其實啲客户好需要嘅。嗯，咁如果大家見到我哋喺過去嗰5年裏面咧，不斷喺嗰個收入裏面有14%嘅複合年增長率咧，嗯，我覺得將間公司越做越強，越做越大。嗯，咁呢個我覺得係比較一個長線對我哋股東係有所裨益嘅。嗯，因為我記得之前好似2019年嘅收購，其實公司有發過一個換股債俾個股東嘅，其實已經換咗股未嘅，其實暫時未嘅，因為其實當初係第一樣嘢顯出即係大股東對我哋間公司嘅業務嘅一個肯定啦。嗯，咁就同埋即係呢一樣嘢，只不過個即係銀碼其實都唔係好大，即係嗰陣時應該係佔咗大概1億4千幾萬啦，咁樣暫時都未，呢個當然係由大股東決定啦，咁樣暫時嚟講都冇任何嘅佢哋未有轉換。嗯，明白。咁但係都可以幫助咗公司啦，因為起碼公司就唔需要即係話用一個大家，即係如果公司即係大股東換股嘅話，咁固然公司又唔需要即係付出即係太多即係額外嘅現金啦，咁又可以增持咗公司咁樣。同意啊，同意啊。咁跟住咧就不如亦都講下 ESG 嘅議題啦，因為而家即係投資者都好關心即係 ESG 噶嘛。咁其實我知道公司喺依方面都投放咗好多嘢回饋翻社會啦。咁不如阿 Samuel 不如都介紹下公司即係喺 ESG 方面即係其實點樣回饋翻社會啊？好啊，近年 ESG 呢個議題咧，其實喺我哋公司咧都係
非常之重要嘅。嗯，縱使我哋嗰幾個業務咧，對對環境個影響相關嘅影響都唔係好大。嗯，但係其實我哋公司都有一個叫做 ISO 14000呢樣嘢。嗯，呢個係一個環境系統嘅監察。嗯，嚇咁樣，我哋都行緊呢套系統嘅。咁就我哋公司亦都有環境解決方案啦。我哋為香港即係個未來咧，綠色未來咧，我哋都希望出一分力嘅。咁喺2021年咧，我哋都成立咗一個叫持續委持續發展委員會啦。嗯，咁每年我哋都 set 咗一啲環境嘅 target 嘅。嗯，咁例如一啲叫做温室嘅氣體排放嘅指標啊，例如一啲用水嗰方面嘅指標，因為我哋其實綜合服務裏面有清潔啊嗰啲，咁啊亦都 overall 個辦公室裏面用紙嘅，我哋 set 咗啲 target。嗯，咁每年都希望可以搣到嘅，呢、這個喺環境嗰方面，我哋希望出一分力啦。呢、這個第一樣嘢。咁喺 social 嗰方面咧，頭先我所講啦，其實關愛係我哋公司個核心價值，我哋以人為本要揾人去做嘢。嗯，咁其實我哋都過去嗰兩年咧，我哋都有一啲叫做管理層嘅一啲叫做發展計劃啦，即係啲 training 啦，咁亦都有一啲年輕嘅一啲領導人嘅一啲發展計劃啦、培訓計劃啦，咁就 so far 我印象中都有成163人參與咗噶啦，咁就唔止正即係唔好淨係講緊一啲管理層或者年輕嘅領導者喎。咁我哋其實前線嗰啲咧，我哋都差不多過去一年咧，我哋都再培訓咗4600嘅人嘅。嗯，咁佢哋都用咗嘅工時喺呢方面再培訓咧，都有28000嘅。嗯，咁另外我哋亦都唔止關愛公司嘅同事嘅，我哋連佢哋嘅子女都關愛嘅。嗯，例如佢哋考完 DSE 啊，我哋都有啲獎勵計劃啊，咁啊都會俾佢哋啲子女。咁啊，希望我哋可以為香港即係下一代可以出一分力啦。咁就另外回饋社會，咁樣大家都知道喺而家即係新冠疫情裏面啦，我哋過去都有800多個義工，嗯，佢哋都非常之踴躍參與。雖然喺新冠疫情裏面咧，我哋一年裏面咧都有成5000多個義工嘅工時，咁所以即係喺回饋社會裏面，我哋繼續會做嘅。即係因為我哋公司始終都係覺得取諸社會要用諸社會，我哋呢間係香港人擁有嘅公司。係，我覺得即係咁樣好有意義啦，因為其實即係公司就應該請好多基層嘅員工啦，因為好多都係可能負責做清潔啊，做一啲普通嘅保安工作啊，咁樣其實都可能一啲屬於基層社會嘅人士啦。咁其實公司願意即係比較關愛佢哋。即係無論佢哋即係你哋嘅員工啦，或者佢子女，其實我覺得都係一個即係比較即係非常之有意義嘅嘢咯。係啊，持續學習亦都係我哋管理層我哋副主席啊，各方面都覺得呢樣嘢係對員工非常之重要。嗯，所以即係希望大家以一個叫做兄弟班啦，大家一個大嘅家庭啦，同埋有一個同你哋分享就係話，我哋通常有一個優勢就係話我哋嘅。清潔啊，或者保安嘅合約比較多。嗯，咁啊好多我哋招聘咧，達到個效益。嗯，因為你知道好多即係前線嘅同事嚟到嚟應徵嘅時間，我哋可以提供到一個比較近佢哋屋企啦。嗯，咁啊佢哋可以即係一放工嘅時間，可以好快嘅時間翻去，可以照顧自己嘅仔女啊，或者可以煮飯啊。嗯，呢樣嘢我哋係做得比較好嘅。嗯，呢個我哋。做到嘅，我哋一定會做。嗯，咁最後亦都想問一下啦。咁其實除咗頭先講嘅 ESG 啦，咁其實公司我到頭先你都Samuel 都講過關於一啲即係 R&D 嘅嘢啦。不如再講多少少啊？其實我睇到你哋除咗仲有一啲，譬如納米先進材料嘅研究院合作啦，咁就有一啲新嘅項目。不如都再講一下，講多少少即係關於公司點樣投放喺 R&D 啊科技方面嘅嘢。我哋永遠都係。我哋喺一個傳統嘅經濟裏面，但係我哋會善用一啲創新科技。嗯，早兩年我哋已經同 Science Park 裏面一間叫做納米先進材料嘅有限公司咧，我哋大家研發一個叫做納米氣泡。咁呢個納米氣泡其實而家都成熟㗎啦。咁就喺一啲例如一啲淡水嘅冷卻塔裏面咧，我哋去做清潔嘅時候，我哋利用納米氣泡，第一可以做到個節能啦。第二就係個節能其實都唔少㗎噃。
如果一個冷卻塔是一個輕度污糟的話咧，咁就個節能大概1-3% 啦。咁如果是一些很污糟的一啲冷卻塔啊、冷水機啊嗰啲咧，其實個節能達到是10%嘅喎。咁所以呢一樣嘢係我哋其中一個即係喺能源嗰方面嘅。嘅投資啦，咁當然頭先我所講有我哋嗰個豐盛二啦，咁呢個其實利用曬我哋嘅三個板塊嘅技術，所以我哋不斷喺度自我研發我哋嘅嘢。咁另外頭先亦都有講到機電嗰個板塊有啲 BIM 啊，呢啲不可缺少嘅、BIM 啊、預組啊。即係叫做預製件啊、組裝合成啊，呢啲其實即係我哋就算做得唔係比人哋好，但係我哋一定唔會輸俾人哋。而家嗰啲佔大概公司嘅開支，其實算唔算好多咧？唔算大嘅，因為好多都係自我研發，而我哋有一扎嘅人才啦，即係佢哋都 capable 係喺呢方面嘅做好多嘅研究啊咁樣。咁嚟緊公司有冇睇到一啲即係比較大啲嘅 capex 啊，或者一啲資本性嘅開支？大概公司會點樣睇？我哋行緊嘅係一個輕資產嘅公司，我哋唔會投放太多資金喺一啲asset 上面。大家都會見到，即係其實我哋個資產負債表咧非常之清晰嘅。係，我哋要俾到我哋嘅投資者睇得好清晰，就係話我哋唔會有任何嘅古靈精怪嘢喺裏邊啦。總之我賺到5億嘅，咁啊啲投資者好實際見到啊，真係喺一個實際嘅業務裏邊。出嚟嘅喎，咁嚟緊我哋希望喺每個板塊都做好啲啦。頭先即係希望喺嗰、那個豐盛生活服務嘅生態圈裏面咧，創造更多價值啦。但係始終都係嗰句，我哋其實做服務嘅公司得一樣嘢啫，就係要幫到個客咯。即係幫到個客，我哋俾到一個好便捷嘅一個嘅服務，好簡單一樣嘢，例如見到一個商場裏面有一啲需要清潔啊，或者有啲需要保安員嘅，我哋就要好快去到現場去幫到嗰個設施咯。呢啲其實都係我哋為每一個我哋尊貴嘅客户咧，喺佢哋嘅設施裏面咧，可以創造個價值，可以增加佢哋個營運效益，但係相對嚟講減低佢哋嘅營運成本。呢個係我哋做綜合服務，我哋集團嘅一個目標啊，可以咁講。咁講開目標，公司對於可能未來出年啊，或者未來個3至5年，其實有冇一啲即係有冇啲 KPI 啊，或者一啲增長嘅指標上，即係公司係希望達得到咧？即係可能類似一啲海外公司，可能有啲歐陸啊，公司點樣睇啊？或者我哋其實我哋都有一個好詳細嘅一個即係叫做預算啦。咁當然啦，個預算係建基於今年我哋個歷史嘅財務表現啦。咁我哋都希望做得好過今年嘅。咁樣每個都即係。其實呢一個講緊嗰個 organic growth 啦，咁即係舊年嚟睇就喺個集團收入裏面有8%，咁我哋希望繼續做得更加好啦，咁我咪所有嘅股東可以創造一個價值啦。當然，如果我哋有一個合適嘅並購嘅機會咧，我哋都會好快咁希望可以做到。因為大家會見到過去嗰3次收購咧，其實由我哋開始探討嗰個項目之後咧，我哋用大概用半年嘅時間，我哋都能夠完成啦。所以你見到我哋董事會同埋管理層嘅決心咧，我哋希望如果有一個好嘅項目咧，我哋都希望快快脆脆可以搞掂。可以為股東，始終都係為股東創造價值啦。我都覺得公司嘅執行力係好好，因為幾次嘅收購其實都係非常之成功。基本上都亦都令到公司無論喺個收入啦，或者個 bottom line 個即係個 net income 方面，其實都可以帶嚟一個唔錯嘅增長動力。係啊，因為而家啲業主咧，佢哋嘅要求越嚟越高。咁所以其實我哋當初喺嗰個公函裏邊寫每一次收購嘅話擴大嗰個 income stream 咧，但係其實都係嗰樣嘢。我哋希望做到一樣嘢就係擴大個服務線。因為一不斷擴大個服務線咧，你對業主嘅需求咧
可以慢慢滿足佢哋。咁我覺得呢個我哋會繼續做啦。咁當然我哋希望喺香港嚟講，或者喺國內啊，我哋綜合生活服務係一間比較獨特喺香港嘅公司啦。即係同香港市民啊息息相關嘅，中間嘅業務啊環環相扣嘅。咁所以點解我成日提到呢間係屬於香港人嘅公司？明白。咁最後Sammy 有冇啲特別嘅想補充呢？我的問題就問得七七八八啦，冇嘅，即係今次好多謝 Eric 俾個機會俾我哋豐盛生活咧，可以咁可以接觸翻所有嘅投資者啦。咁就希望大家了解多我哋多少少啦。咁樣我哋其實手頭上有成13個集團嘅公司。咁其實個當你哋行出街嘅時候，都會可能會見到富城、喬樂、惠康、大眾景惠。咁啊，呢啲其實大家都可能屋企人都係喺裏面工作嘅。因為我哋都成20,000人。咁希望大家支持我哋間公司啦，因為我哋都係服務於香港嘅一個綜合生活嘅企業。好嘅。咁再睇翻睇下，即係線上面仲有冇其他觀眾問問題啦。咁睇睇啊，咁就似乎已經問得七七八八啦。咁今日其實啲時間都差唔多啦。咁既然 Sammy 都補充完，咁我哋今日就嘅簡介會就過一段落啦，咁希望下一次公司再出半年業績嘅時候，就希望阿 Sammy 再上嚟同我哋講解下公司。絕對可以啊！如果有需要嘅任何時間，我都可以上嚟同各位見面。好，咁今日多謝曬陳生 Sammy 啦，咁希望我哋下次好快就再見。多謝曬 Eric。好，唔該曬各位。拜拜。拜拜。